母狗来月经了怎么办？要了解这些知识。首先，我们要去了解狗狗的例假。一般而言，一年两次，那每次大概会持续15天的时间。那在这15天里面，无论是抵抗力、饮食，还是它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，都会受到影响。相应的，我们要注意冷暖，我们要注意饮食起居，我们更要去注意私处的护理。护理上，我们可以去使用私处护理液，对它们的帮助同样很好。如果没辙了，比如血很多，比如分泌物很多，这个时候床单上或者其他地方弄得到处都是，我们可以选择小狗的生理裤，特别简便而实用。小贴士，狗狗的例假一般一年两次，一次持续15天。我们要注意它的饮食起居，护理上我们可以用护理液护理私处。如果出血量比较大，也可以给它穿上狗狗生理裤。